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，绵延子嗣，才能江山万里，代代有人。为此才有三年一选秀，充实后宫。皇额娘教训的是。梅姐姐，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，年十七。甄嬛，抬起头来。与皇上而言，臣妾只是普通嫔妃，可臣妾却是皇上为夫君。今晚是臣妾新婚之夜，所以臣妾紧张。你的心意，朕视若瑰宝，必不负你。这里有笔墨吗？要笔墨做什么？臣妾要记下来，白纸黑字，皇上就不会抵赖。朕是天子一言九鼎，怎能赖你？算清秀。如今便问吾尊卑，倘若来日诞下皇子，又能怎样？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？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？算计着荣宠，算计着名，算计就不能活。是什么毒药？不出半年，便会神识失常，行动迟怠。后宫争宠，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当真是防不胜防。眼下最得宠的是甄姐姐呀，他们干嘛要把沈姐姐推下水呢？华妃一把你我当成心腹大患，咱们早已是一荣俱荣，一爱俱爱的命数。不止你我，只怕在旁人眼里，连玲珑和宠儿都脱不了干系的。你是哪家的秀女啊？把这么烫的差事交我身上作死吗？你和婉嫔都是汉军旗，都是嫡出。婉嫔可以得宠，高高在上，而你呢？你自己不帮自己一把，还有谁能帮你？要想不被人欺负，就得是最得宠的。那日在御花园初次见你，你独自站在杏花园里，淡然悠远的样子，仿佛宫里的人事纷扰都与你无干，只你一人一世独立。你是我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。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，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人孤鹊桥归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嬛嬛，你有了朕的孩子，可是朕有多高兴。凤凰于飞，和鸣铿锵，夫妻和顺恩爱，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。此刻你的梦想实现了吗？若想常得君王心，还得学会张弛有度，以柔克刚。你们说的大对。今日各嫔妃集聚一空宫听事，婉嫔无故来迟，误我本宫，还不快跪下！娘娘责罚婉嫔事小，若是龙胎有个闪失，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。哀家有眼睫，你们就都哀家瞎了。皇额娘恕罪，孽障害死是哀家的亲皇孙女。你的孩子没了，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？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。就算你不是有心的，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笑，我又怎会身子虚弱？才跪了半个时辰，我就小产。你知不知道那欢笑里有大量的麝香？麝香是皇上赐给我的。咱们还会有孩子的，啊！
他贵人。